别来无恙啊，大美哥，你这是刚从哪里穿越回来的？我说我怎么都找不见人。大美哥，你开玩笑，怎么会不见人？最近啊，戏比较多。来来来，喝一杯。哇，厉害！王大爷出脸都看不见，还好意思说是有戏找你。你院子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那个，真不能卖。没有人要买。 是抵债，抵债啊，老大！要不把你的马借我玩两天？大米哥，你开玩笑，借给你了，我怎么挣钱还给你？<笑><笑>你看我的样子，像是在说笑吗？ 今天我就要拿你这马来抵债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千万不能拿我的马抵债。大美哥，我求求你了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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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香港的片场啊！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。你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赛季をかけた男の最後の戦いが始まる。龙虎武士 ，Never say no。Ride on。